2012超级野球开始喽！即日起至超级野球网页票选出您心中大人气的独卖巨人队球星，就有机会获得巨人队限量商品。挑选次数越多，中奖几率越高哦！超级电视，超级野球。今晚实在有健康，吃什么嘞？鹅鸭的豆腐羹。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其实今天这一招大家学会哦，是心因为下降，黄鱼高汤。那个汤头也太鲜了吧！今天下午6点，晚上10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我喜欢跟你们吃，但是我的吃法跟你们的吃法完全不一样。教我们你的吃法。对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一般的多花。大家知道一般的多花是这样子吧？对，里面有糖水，但是你吃多花加糖水的话，你可以很容易胖。对。那我的吃法是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先带自己的豆浆。豆浆。豆浆。对，我自己带无糖的豆浆。我跟老板说。可是这个是豆腐，还有豆浆。对。对吗？对，我跟你说。豆花就是豆浆做的。因为这个老板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去的时候，你们看，一般的客人都吃到成为朋友。这个是一般的客人，我看一下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有加糖水的，这是我，他是什么东西啊？一般的客人，直接拿去前面。你们看，一般的客人这样，这是你的版本，这是我的看，你看那么重，一般客人是这样，哈，看到没有？那无缝去的话呢？30块，我看不出来差别，就加了。你有加糖水，你是纯粹的料的汤而已。因为我要加自己的，他要自己加豆浆啊。我要加，我只是料是哦，买饮料也有这个。我问你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下面有东东，为什么黑的？对，为什么黑的？那个黑糖 ，QQ 的，对，不是黑糖，荤桂，对，注意看哦，好，你要加豆浆。再加这个，对，不要太多，无糖。明明就加很多。不用。那现在就是全台最好吃的豆花，就是这样子吃。就自己加豆浆。对，自己的豆浆。其实一定要冰冰的哦。豆花的，在这里面没有豆花。里面当然有豆花，有豆花吗？没有，里面还有才有豆花。有，它豆花在下。你看豆花那么多，30块。来，你试试看。我知道为什么你会胖啊。当然了，试试看。我试看看，好逗哦。豆浆豆花。怎么都好豆啊！好，你试试看，这是非常丰富的豆花。来，让我吃吃看。是很豆，是很豆。不是，玩兔来宾炒，就是说，其实豆浆加豆花板很多地方有酱汁啊。我如果有所不吃的话，疯掉了。荤桂，来试试看，荤桂好吃。你试试看，黑糖做的荤桂非常好吃。没有，因为你的料，我跟你讲，我用这方法是这样，因为你的料是选的比较甜的，红豆荤桂是不一定要看你那一天的心情。心情。然后你看，可以加，所以就加黑糖豆花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不会很甜呢？是哦，因为它就是甜，它一点都不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就没那么甜。除非你有辣。红豆那就甜，而且其实豆浆跟豆花本来就会搭，因为本来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东西啊。我每天吃这个。今天我们的制作单位去那个去师大，他说五凤腰吃你们的卤味全部都是免费的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你吃到这么熟，情味太浓了。真的，去那边。不赖，可以，你们的制作单位，他们去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拍芦苇，他们说五凤没有问题，免费，他们给我们六分，哇，对啊，所以这是台湾人，所以你这个豆花是来自万华的，这就是来自万华的，但是芦苇是师大夜市，我今天是很久，芦苇大家可以吃一下，等一下，玛格丽特好像也非常喜欢师大夜市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喜欢，你喜欢吃师大夜市什么？臭豆腐，在那边有一家非常的有名的，对，这个是很有名的啦，真的很有名，非吃不可。师大一定通常都会吃，真的非吃不可，一定要吃。哎，奇怪，我常常去那个师大夜市，我这两个我都没有遇到过呢。可是卤味在师大夜市很有名啊，我知道啊。我也常去呢，而且他们加那个酸菜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我喜欢他们 QQ 的面，还有加这个，它的面其实很那个，还有这个鱼饺，沾那个泡菜，鱼饺哦，白菜，鱼饺，白菜，还有他们加的香料是很好吃，加点酸菜，对，不一样。哦，那个面，秀慧姐，你鬼鬼祟祟这边干嘛？你们讨厌他，等到我，你很烦哦。那个多花真的很好吃，试试看看你要吃。那我有问题，这个是那像吴凤啊，或者是玛格丽特，你们对师大夜市这么有感情，最近师大夜市。
就是很多店都已经停了，好难过。我当然难过啊，因为以前我们常常去四大夜市的时候，有一些很多国际的一些餐厅。对，因为在国外，如果你要吃一些国外的料理的话，其实你要花很多时间。但是四大夜市小小的一个小夜市，你可以吃印度，你可以吃西藏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等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一些那个规定就是。其实那边原本是一个很多各种文化集合的地方，现在全部这样子。对，还有因为那边的都是学生，所以大家价钱都非常的合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是觉得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因为我是第一次进去，我在台湾第一次吃晚餐的时候，就是在那个四大夜市，它是一个交流的地方，就是。可以跟台湾人，可以跟外国人，就是有一个交流的互动。我们在那边学国语啊，我们在师大也是学国语，我们的会议就是在那边，所以觉得非常非常。我以前有阵子是在师大夜市那边生活，就是因为我就是这边交了很多朋友啊，那边真的是有来自交很多女朋友吧？没有朋友，什么西藏的啦，各地西藏女朋友，朋友男生啊，都知道一家女朋友，对，俄罗斯女朋友，那边真的很多啊，你们想认识外国朋友，在那边公园就可以认识，对对对对，大家一起喝酒啊聊天，那边是很不错。晚上十二点可以过去那边，很多。外国人从来都没有看过的外国人跟你说，哎、欸、你好，哎、欸、你好，哪一国人就俄罗斯，大家坐下就大家下一起喝醉喝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以为四大夜市是我们的回忆，其实没有，四大夜市是所有外国人在台湾的共同。我有一次在那个四大夜市的公园看到一个流浪汉打人。跟植物没有关系，不过这个嫁进去会比较刺激的。然后这边有人鬼鬼祟祟在夹东西，你有解密哦？不是，按你一直讲，我听说今天晚上没有叫便当，就这边而已。吃饱一点，我叫便当，我叫便当了。这个面很好吃，嗯、对不对？哦，好。他比我还爱吃哎，他很爱吃。阿彩呢？你要介绍什么？我要介绍蚵仔煎。哦，对，蚵仔煎。对，这在这刚好也在四大买的。蚵仔煎我们可以吃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样。所以阿彩，你会觉得说，比如说蚵仔煎算是蛮适合推荐给外国朋友吃的一个？我觉得是可要啦，他不会害怕吗？不怕什么啊？我们吃蛋有吃蛋吗？有。啊，那个哇，有，可是勾芡这件事情对外国人不会造成困扰，不会，因为后来你如果加那个调味料的话，嗯，我觉得我们会没有什么问题，会受欢迎的，就 OK。你看第一个，我刚刚在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比较可能是冷掉的关系啦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调这个粉浆的时候，是太白粉跟番薯粉的比例不同，就是北南部的最大的不同是来自于它的酱汁，嗯，对，南部会比较偏红色一点点，嗯，那北部它会偏比较橘色一点点，嗯，因为南部比较偏甜又酸，北部喜欢香的感觉，所以有时候会加山海酱，就三种，对，就把番茄酱啊、蚝油啦、跟酱油膏混在一起。而且这个老板娘哦，她好像有被翻温过很多次啊。嗯，因为他们有被只要被翻温过的，她就会把那个贴上去，报纸上面呀。再告诉你，台湾大部分的点都有一个报纸。他们都要没有啦，他这个是这个老板娘是真的，他不会骗人家的。没有，他们其实真的蛮多店都被采访过的。对啊，我也去，有时候去，已经脚片已经20年了，20年以前的主持人去过那边，哇，主持人已经不见了，但是他的脚片还在那边。哇塞！现在去都从来不会看到我以前受了采访的照片。有时候我也可以过去，因为看到他都在那边，我马上拿他的脚片拿下来。要推荐这个很多外国人不敢吃，对啊，你这胆子很大，因为很多外国人觉得臭豆腐很臭。那有人不敢吃臭豆腐了吗？我非常喜欢，好臭！我觉得，我告诉你们，Lisa也不吃，不吃哦，还好。其实那个就是他现在拿那个生的，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外国的那个蓝芝士，对，它这个颜色不一样，是因为它这个是发酵过的，就是它分他们臭豆腐发酵分那个几期，对，然后是最发酵最多的那个，这个已经到长出草来的感觉，对，所以那个一般的是不能喝出来，但是因为我喝过它的水。卤水，卤水不能喝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给我们非常可怕，这个我觉得。你看我吃一下，哦，你吃哎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我都快断肚子了，这个不要吃一下。阿言，你说炸的你当然 OK， 可是这个好硬哦，这个真的，因为麻辣臭豆腐是另外一种，对对。我敢吃，但不是这种。喜欢的。我看到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好吃，好吃。台湾人，我像有的也不像我台湾人，我不敢吃这种生的。真的吗？你好强哦！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刚坐在这边嘛，那我一直在等录影，为什么还不赶快录？我一直觉得一缝他有脚臭的，干嘛是脚臭？
下段回来告诉你老外最恐惧的美食到底有哪些哦。